法术的穷人，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会报到野中会里面的。这样你就看一个天一个地差很远了。那个我还记得你们问过的在这边鸟，我们放着有钱人的呢。我还是想起来，我又说错了。对，所以呢，先对不起，说错了那个佳姐。我说在那个富人区那边鸟，我们下来一个别墅，很小的一个别墅的话，就1000万。1000万埃镑，不是美金，对呢？不好意思，我说错了。对，1000万埃镑。对，我说这个就很小，基本上很小。对，当然有2000万、3000万、5000万，都要看你卖的那个别墅在那里，还有有多大，那个规模有多大。OK， 埃及人那个收入啊，还是算低，比较低一点的呢。在那个中东的年代啊，还是那个收入为了基本上的吃的住的什么的就不够用，所以呢，我还记得有的埃及人，他们每天都有2份工作的，